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在一个室内的玩游戏的地方，因为今天即将赶飞机，但是我就想来玩一下。自行车，还有那边有蹦极，还有很多游戏吧，我们一会儿就看吧。对，我们现在我很想去这个探险滑梯，就是看一下吧。东西，就现在打算去，一会儿马上来。准备再玩一次。现在在蹦极的前面在排队，我只是有一个担心，就是他会不会就直接下来，因为我没有坐过。然后就先排队，然后一会儿就上去，然后就给你们看我坐下来。因为这个我要排很久，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呢到上面的时候会等，等然后就会这样，所以我们要等很长时间，一会儿就可以戴这个安全衣。因为我之前我就说千万次我很想去蹦极，对，这次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来蹦极，期待期待。好，那我先上床。那很好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十分，我给十分，因为他这看是不会让你很慢的，他会让你直接跳下来，到你慢才开始不是，慢慢的就下来，所以这看就挺高挺快，这里看不高，你在站在上面的时候巨高，十分，十分，要不就玩这个吧，我们现在玩是星际赛车。有点高，还有点紧。这么说，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。大家应该看到了吧，是咋样，哇，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感觉，怎么样，那咱先简单的先走。这是简单的吗？对。
Round two.我三个都是在这边，然后有跟了一个蛇。哇，你看什么？七点一线，九线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蛇应该放在哪里，怎么打它，但是反正我分很高，所以应该是对的。现在上车了，要赶飞机。然后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决定要去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好玩，很开心。今天可以蹦极，终于可以蹦极。现在赶飞机，下次有机会就可以跟兄弟们一起来玩。没了，好吧，那就是说我们的 vlog 就到这里。好的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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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